手抓羊肉，到宁夏必须异常的美味。很好吃，香香的感觉。就是隔三差五的就得吃，不能说顿顿都得吃，但是起码一个星期得吃个3到4次。风靡宁夏的手抓羊肉，看似清淡的外表，隐藏着层层匠心。15千克左右的滩羊最适合做手抓羊肉，肉质耐煮且细腻，脂肪分布均匀。一只羊分为4块，放入锅中炖煮，大块炖肉虽然费时，但更能锁住羊肉中的水分，保持肉鲜嫩的口感。地丁、甘草、碧波、草果，厨师马国峰仔细地把握着香料的成色与分寸，几十种反复调配的香料构成煮羊肉的料包，增香却不能掩盖肉的本味儿。每一步的匠心都是为了将羊肉原始的鲜味烘托到极致，又不喧宾夺主，这是宁夏手抓羊肉的特色。几个小时后，羊肉熟了，闪烁着晶莹光泽，仿佛吸饱了汤汁中的精华。厨师马国峰将把大块羊肉分成小份儿。羊肉切块是做手抓羊肉最需要技术的步骤之一。越手抓不好切，我切这个羊肉20多年了，我光学徒就用了3年时间。剔除多余肥肉，切成均匀块状。拿刀要稳，用力要均匀，要恰到好处，这样剁出来的羊肉才不松不散，才好看。羊肋条肥瘦相间，入口即化。羊脖子细嫩，多瘦肉。每个部位都等待着在能欣赏它的食客口间绽放光彩。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客人等待着这个瞬间，羊肉入口，草原的风拂过，在一代代人心中从未停息。我主人喜欢吃鸭杂，鸭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
把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把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把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
把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把汤出锅，浇上辣椒油，香气逼人。